之前大家都反映这种小的不过瘾啊，厂家呢收到指示之后直接给咱来了一个超长辣条啊，这个是小鹏虾的啊，咱尝一下。好长一根，它这个味道呢跟这个之前这个小的辣条是味道是一模一样啊，都是这种甜辣口的，微微甜微微辣啊，特别香。这次一次就能炫个够啊。吃起来比这种小的要过瘾。好长一根。这个呢是5.9发10根，9.9是发20根啊，越拍多了越划算。油滋滋的。